又没有游戏玩了。玩过了，也玩过了，还是玩过了。周知四大天王有五个，所以五大天王有六个，十大游戏那就是两个五大，也就是12个游戏，所以第十二名八八 is you。 八八是这只白色的小狗狗，而你呢不一定是小狗，游戏当然不可能是要骂你啦，它当然是要让你自己意识到意志但不休闲非常费脑细胞。提纲挈领说，玩家需要通过改变事物与行动之间的底层逻辑来达到胜利，比如这个星星是淹死，石头是推，头骨是被击败，你要把它变成星星是推，然后推星星放在头骨上，再把星星变成淹死消灭头骨，再把 and 推过去放在螃蟹下面，合成螃蟹和巴巴都是你，最后变成螃蟹走到旗子那里 bingo。 这个关卡确实是简单了，是游戏比较前期的题目，我在空闲的时候经常自信满满的来灰头土脸的卡关，太难了太难了，巴巴是你了。第十一名 Into the Breach 陷阵直至，当有的自称是策略游戏的游戏让你在敌人脸上开枪 95% 命中也可能 miss， Into the Breach 完全没有概率设计，一切都是确定和透明的，玩家所有行为的效果，敌人接下来的行动，所有东西全都告诉你，考验的完完全全是玩家的策略。每一场战斗玩家都要操控三个机甲和虫群战斗，同时还要保护被卷入战场的无辜民居，是将怪物推进水里，还是把一只怪物拉到另一只的攻击范围里，或者炸开一个水坝水淹七军，每一个回合都像一个棋类游戏的残局谜题，一定要想出非常聪明的办法才能扭转乾坤。除了每场战斗唯一的毁棋机会，游戏不允许你放弃任务重来关卡，一旦失败只能放弃整个时间线去下一个时间线从头开始，玩起来非常容易进入一种精神高度集中的做题状态，非常适合暑假作业不够多的小朋友和小时候题没做够的成年人，够劲儿。第十名节奏海拉鲁，它是节奏地牢和塞尔达传说系列的混血儿，哦，混得非常好，要说类型可能就是 roguelike回合制、策略、战棋、节奏游戏，反正就是进入战斗状态的时候，他会给你放重新混音的塞尔达系列经典音乐，你的每一个操作包括移动都必须踩着节拍，一旦习惯这个设定，节奏海拉鲁的 2D 塞尔达味道非常浓厚，有林克，有塞尔达公主，有他们的道具系统、角色，还有敌人们，每种敌人移动和攻击的节奏都不一样，一进一退的伴着音乐，很像在和塞尔达系列里面的老朋友们在棋盘上共舞一支圆舞曲，要是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实际上每次死亡除了获得的钻石和武器，我们会失去所有道具和钱，重新送回传送点后敌人也都重生了，如果下到地牢那每次进来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还好游戏比较宽容，可以扩充心智容器，掉落的回血星星也不少，而且死的越多打的怪就越多，钻石就越多，失去的道具还能买回来。节奏海拉鲁的流程也不长，网上给的平均时间是4到5小时，不过只要是你想玩或者是够菜，那这个游戏时间还是可以再拉拉长的。第九名星露谷物语，这个就不用多介绍了，太有名了。实不相瞒，我最喜欢的游戏就是种田，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个农场啊，别看它现在一片荒芜，曾经这里也是非常辉煌的。其实每次在看直面会，表面上我是在跟进每一个游戏新闻，但实际上我是在看有没有休闲娱乐来一把的种田游戏。星露谷物语怎么可能休闲呢？第八名武士林，飙血一击必杀，霓虹像素风，蒸汽波音乐，武士林绝对是 Switch 上最有 style 的独立游戏之一，也是绝对不会死的游戏，100%一击必杀。因为如果是敌人把你一击必杀了，游戏就会说不对，这样不行，然后重新开始，只有成功的那边才会被监控拍下来播放给你看，所以游戏像是给你开了一个作弊器，绝不会让你死掉，只会一遍遍的说你不行。
手拿武士刀的武士戴上耳机听着蒸汽波，冲进满是敌人的房间，施展放慢时间流逝的异能，巧妙的计划策略，反弹子弹逐一斩杀，行云流水。你行的。第七名，铲子骑士。2017年 Switch 刚出的时候，首发游戏特别少，那时候应该有很多人都买了很多自己原本根本不会买的游戏，比如什么炸弹人2 One to Switch，这个游戏就应该免费送啊，我竟然倒是花了60刀。铲子骑士我也是这样撞见的，结果就成了我2017年最惊喜也是最痛苦的记忆。这游戏画面、音乐和很多设计都直接师承 FC 时代的古早巴比特平台动作游戏，按照目前的标准，这个游戏太他妈难了，但是太他妈好玩了。玩家的主要武器是一把铲子，可以敲人也可以跳起来往下铲啊，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有点像这个。我觉得比铲子骑士本身更厉害的是他之后出的 DLC， 可以扮演幽灵骑士，完全不一样的流畅玩法。铲子骑士启发了后来很多巴比特的横版独立游戏，但我玩下来，铲子骑士依然是里面最棒的。当然啦，不建议大家去玩本地双人，比单人过关难太多了。第六名， Inside。整个游戏气氛非常阴森恐怖，死亡动画让我的小心灵大受震撼，怎么能这样？ Inside 的谜题设置于横版平台上，我只能进行非常有限的行动和操作，不仅让解谜过程逻辑非常清晰通顺，还让我不得不接受自己是如此无助又孤独的事实。我一个小小的红衣男孩，要对抗的是一整个想要控制我、杀死我的冷酷世界。人的灵魂被抽走，变成了并不智能的机器，整齐划一听指挥，执行着简单重复的指令。 Inside 厉害就厉害在没有任何对白，不费一行文字，却讲了一个无比完整又出色的故事，一个下午通个关，就像看了一本幽暗的反乌托邦主题短篇小说，太值得了。从这里开始的 top 5，我觉得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排名，也就是5的阶乘120种排名。我的这个排名只不过是120分之1了。第五名， Ori 2，精灵与萤火意志。之前我做过一整个视频去安利它，已经好话说尽，不能夸得更狠了。动作行云流水，关卡设计循序渐进，又给你惊喜，画面和音乐都绝美。我把它玩到99.99%了，就是舍不得走。如果没有那个游戏，它可能就是 Switch 上面最好的银河城游戏了。第四名，哈迪斯。还在 EA 阶段的时候，我就做了一整期视频推荐，没想到去年正式版发售，竟然横扫整个游戏界的重要奖项，几乎拿走了所有2020年的最佳动作游戏和最佳独立游戏奖，甚至年度游戏也拿了3个。当时说他是死亡细胞的接班人，确实是保守了。哈迪斯不仅是个好的 roguelike， 还在叙事上有所超越，巧妙利用重复死亡的设计讲好了一个故事，也塑造了很多可爱的角色。第三名， Undertale 地下传说。你一定会听玩过的朋友提起，太棒了，你一定要玩。但你要是问他为啥非玩不可，剧情很好，音乐很好，这真的不能怪他们，因为这个游戏随口一夸就会剧透破功了。只能说他不会按牌理出牌，并且会频繁制造意外，你可能会被逗笑或者感到揪心。总之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游戏，你本人就是故事发展的核心。在游戏的前几个小时里，其实我也没有感觉到它有多特别，但随着流程逐渐推进，它完全进入了我的内心，真正带给我一些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情绪。 Switch 上的版本没有中文，但是你可以在 Steam 上面玩到民间汉化的补丁版本。如果你还没有玩过，别被它朴素的样貌欺骗了，它会给你带来一段与众不同的游戏体验。第二名，蔚蓝山脉。2018年可能是独立游戏最好的一年，死亡细胞、 Grace、 Into the Breach、奥伯拉丁的回归都是那一年的游戏，而蔚蓝毫无疑问就是其中最棒的。游戏里玩家操控的 Madeline 除了跳和攀爬，最重要的动作就是这个冲刺，每一个机制都围绕冲刺生出额外的变化，比如可以恢复冲刺冷却的宝石，可以穿过的太空果冻，可以把你发射出去的平台泡泡，不断逼迫玩家想出新的聪明的解法。蔚蓝的游戏难度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却讲了一个关于接受自我、对抗焦虑和抑郁的温情故事。游戏利用高难度关卡带来的挑战，让玩家对 Madeline 在故事里攀爬着蔚蓝山的艰难感同身受。这是一种非常抽象、巧妙的、合理的，只有游戏才能够做到的感同身受，而且相当有效。把游戏里的故事情节通过抽象提炼，借助玩家的想象，利用平台动作的方式呈现出来。虽然游戏里的强风只是 2D 世界里从右向左的让玩家减速，但比画面、对白、音效的描写都更能让玩家感受到山脉的险峻。蔚蓝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masterpiece。实在要是被难得不行的话，还可以使用游戏里面的轮椅模式来体验剧情。虽然我们说好了这期视频的游戏都是下载版游戏，没有实体版，但是不能阻止我拥有实体典藏版。第一名 Hollow Knight 空洞骑士。空洞骑士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类型和战士恶魔城游戏。如果你不讨厌有挑战性的游戏，空洞骑士就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游戏之一。战斗、音乐、美术都让人挑不出毛病，但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营造的世界。一个已经覆灭的昆虫帝国，各个区域彼此交错紧密相连，每个区域都有完全不同的美术、音乐风格和敌人种类，有无数秘密等待着被发现，无数关于这个国度的人和物的历史等着你去了解。在空洞骑士里，会有一个时期你已经逐渐掌握了探索的诀窍，但这个世界看起来仍然像无穷无尽一样的延伸着，无法把握它的全貌。那种还有一整个未知世界等着你探索、去成长、去接触，有不知道多少凶险的迷宫等着你在里面迷失，那种知道这个游戏还有无数精彩藏在神秘的斗篷下面的时候的兴奋感，是我体会到的最快乐的游戏体验。2020年3月的视频里，我说 Switch 上面还有很多发光发热的下载版游戏没有说到，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单独做一期视频来说一说他们的。挖了一年半的坑，今天终于给填上了。没想到这份列表也没有更新太多嘛，也就加了 Ori 二、哈迪斯啊，看来做的还不算太晚。好啦，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不要忘记留下3连哦。